来，各位老板，我叫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把初心者小船杆即将要上市了。OK， 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它的价格哦，在下方留言都是4500块预购价，如果到我店里正式贩售都是6500块。好、哦、，OK， 它搭载了什么东西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轻量化的强力基座，由上往下锁的 casting， 好、哦，人体工学握把以外呢，后面的部分呢？配合我们这个轴靠，或者是我们有时候手持，哦，它的这个夹柄做得非常的漂亮。OK， 再来，它整支都是采用白铁的，我们所谓的白铁珠，斜口的白铁珠，哦，一分钱就是一分货，哦，你们会说，教你为什么不用富士？我不用富士有我的道理。OK， 那再来，它的尾巴辨识度也非常的高。OK， 这一把杆子。116克重，哦，自重116克，15寸法收纳起来是140公分。我们现在来模拟一本半的船杆是最强的，哦，来，我们现在来模拟我们这边西海岸，来钓这个3/3两6两，来，这个现在是几两？3两。现在来3两的铅，来给大家看一下钓讯。哦，3两的铅。OK， 来，我们直接切6两。哦，6两的铅，钓性也非常漂亮，哦，这一支无敌的啦。哦，来8两，来，这一支就非常适合我们西海岸或者是盖流的钓法。来，这几两？10两，10两铅哦。OK， 来，我们直接切1斤，最多人用的1斤铅，哦，钓性非常的棒。哦，这支杆子1斤铅，哦，超级挺，而且非常有力。OK。那我们这支杆子适用于钓什么？来，这支杆子来，我们适用于钓什么？第一个敲底，第二个钓什么？我们的吞雅钓法，哦，还有我们最近西海岸我们比较特殊的苗栗国的，所有我们苗栗国游动玩有在勾饵的这个钓法，这一支也蛮适合的。这一支目前预购就是4500，有喜欢赶快找到我们。如果一旦到了联合贩售价格，我再重复一次，就是6500块。你现在看到这个视频，赶快订起来，就是4500块。OK， 我们最后来做一个这个拉力测试。影片的后面还有一个模拟实际的测试，来过来。哦，还有一个模拟实际的测试，影片的最后面。哦 ，OK， 有喜欢找到我们。影片看完后面有真实的操作电卷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给大家参考。阿里老板，我是嘉豪，今天来介绍我们这支即将上市的初心者船杆。这一把小船杆它的杯重是1斤，那我们来实测它的拉力值。那为了要彰显这支杆子的这个调性呢、啊，先要故意采用 Beastmaster 9000，然后搭配我们 BNO 锂电来模拟我们重鱼的杆性。OK， 我们八卦来这边拍一下，我们稍微锁到2/3，好，2/3。OK， 我们油门全开。OK， 来，开近一点，来，我这边油门在锁，油门在锁，好、哦、来，哦，模拟重鱼的这个调性，哦，非常的棒，哦，来从那边拍过来没关系，哦，哦，这个调性非常的好，哦 ，OK， 来，我BN 9000来完全锁死哦，来，拍过来一点。已经完全锁死了，哦 ，BN 9000已经完全锁死了。哦，这个调性，哦，够我们拿来钓大物了。哦 ，OK， 阿里嘎多。